Thank you.
Đúng rồi, Linh. Yeah, I found it super tough.
没有，这里搞的。
他是过来的，出来玩一下，他不家里看电视。 都是洗洗洗洗，自己的衫费事搵埋。
习惯了，习惯了。
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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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是你啊？还是我？我跟你走吧，跟你走呢，哥，是吗？你走，很漂亮吧？ 上个星期这样子去的。 Thank you.
来挪好，等一下。看您的排队进程哦。这个是非常好的，这个是极舒服，舒服看了又清凉，18度的冷气冻得你心飞扬。北京。
仪式感是吧？那不尿一泡，你不给尿一泡。非常的合适，来躲开对方武器大师的反击风暴。格雷夫斯想要绕后来找机会。格雷夫斯有一个这个英雄有一点属性相对来说比较差，就是 gank 的冲动力，就是控制没有控制，他是没有控制，其实比较依赖自己，是他们的队友去打控制。还关注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种电竞的上野都是出这个隔水战术。这个格局战斧在11.2V的版本当中，它变动还是比较大的，就是伤害100%，以及100%打击。是，我看到前我们驻海只有一个鱼，很小的伤害还是够。现在有的只是比较勉强，换到真的是非常好。对，我感觉是他怕了，我感觉他是跟龙胶水这边死的。啊，也是。反正操作交易情况还是比较多，他自己本身也反对登记，反对登记来保障自己，要登记，反对登记哈，就是健康嘛，还有行程卡，两条龙，还有要佩戴口罩那个。
跟别人说没关系。教官还是挺
这大花就没有好，别的。
Thank you.